大家好，就说一下不饥不饱。这是我自己的经验，就是吃东西也不能吃太多，多了呢就犯困，很容易犯困，少了呢会心慌，饿了呢就心慌。所以呢我的话现在呢就有这个问题啊，所以我就尽量注意让自己不要吃太多导致犯困，虽然还是吃的有点多，但是在饮食上节制是非常重要的。加油，阿弥陀佛。